何老师，听说现在好六街要开一家 KTV、这可是现在最热门的生意。这么好的机会，经营权可不能让别人拿了去，我们好六团必须把它拿下。拿下！慢着，我们兄弟几个来这里就是来创业的，我看谁敢来抢。谁敢？ Come on， DJ drop the beat。开创好六街就是为了去创业，首先清晰的就是金额和时间，哪怕缩写的方案它一变再变，但哥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。 No No No， 看你的样子还是太过年轻，创业的基础就是不能改变初心，即使再出发也绝对不是侥幸，只想要努力努力才能改写命中注定。我是年轻弟弟，我就敢于创新，不为一时之气，只为价值和决心，情绪好动不断观察，我为创新创意不断添砖加瓦。创业好难，其实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我们过来人的经验教你怎么去买单，在外风光现实沧桑，为了最初理想只能扛起担当。你们都去表面说经历老练，创业的基础不就是把自己搭建，我们好六团勤学苦练，身体力行卖力盈利，宣传也要第一名。你到现在还是拎不清，创业只靠嘴巴说说说还不得行，调研数据分析我是全都行，和哥哥比你还得学球精。